老弟，你看，进度好快，我们班马上就要毕业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还记得你三年级刚上一二班时那张稚嫩的脸。真古锥吼啦！嘿嘿嘿，真古锥。唉，想想我宝贵的国小生涯就献给了马鞍国小，还好一路上有你们，我才能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童年。童年？对啊，属于我们六一的童年。还真是默契十足，真不愧同窗了四年。对呀、啊。毕业后啊，我一定会很怀念在音乐班种种酸甜苦辣的日子，包括我们的老师。老师？对啊，难道你们都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亲爱的老师们说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我想对老师们说，谢谢你们这几年来的教导，我学习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事物。我想说，谢谢老师细心的指导与陪伴，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我也要谢谢我们的老师，他们让我的国小生活过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。你呢？嗯，我想感谢老师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教导我们，并给予适当的鼓励与教诲，让我们有更多学习的动力。从三年级到六年级，我们真的成长了好多。有时候觉得老师好凶、好严格，但是经过我们四年的学习，让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老师们的用心良苦。我们还有一位新南医院老师，曾经带过我们的课。
你们记得他是谁吗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我们的易怀老师啊。那你们一定也记得这个喽，爆炸头音乐会。当然记得啊，就是我们在四年级时，在学长姐的毕业音乐会上，带着爆炸头演出了《纽约纽约》这首曲子嘛。让我们大家再重新回味回味一下吧。真的很幸运，有那么多好的术科老师还有老师们在这一路上陪伴我们去学习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加珍惜。哎，怎么办，我有点舍不得毕业，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你们，舍不得离开马兰国小。对啊，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难忘的日子，谢谢你们让我的音乐学习之路不孤单。大家毕业后更要常常保持联络哦，一定会的。来吧，让我们彼此祝福，用微笑说再见。Yeah.
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